时间遐，咱个时间点伊啊。祝福你做感恩啦！大家看到大家平安啦吼，啊大家共同全球的慈济人祝福你，谢谢，好祝福你，寒冬受暖。啊，你安尼我来有感的，你无哭，好吧？唔够是不对了。嘿啦，吼，你乖，你上乖，哈哈，你上乖，你无哭。我是真的。啊，你快点来。啊，祝福你，祝福你啊！西台风啊，带来了南部呢也不少的灾难，尤其是在乡下，乡下的大部分都是老人家居多啦，这要恢复呢，实在是要有时间呐。时间，哎呦！但是呢，更需要有人力、人力爱心，才能让他的时间缩短，让他的效率提高，恢复了平常的生活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看到老人家的无奈呀、惊吓啊，真的是很不舍。这都是慈济人啊，就如对待自己的长辈一样的哦，疼惜爱顾了他。人间呐、美是美在生态，这种的生活形态呀、我们要如何生活来结成哪一个社会人群的生态，都要从每一个个人的心理心态开始。人人的心里有爱啦，哪怕呢这一群人跟我们一点都没关系，但是众生苦难呐、是菩萨所缘的众生，人人心中啊有佛法，就不忍众生受苦难，这叫做心态。心态人人都是这样。看看台风啊，还是大雨风中，慈济人就开始了动员行动。花莲慈济人担心啊，安置在收容的，怕他们中午呢肚子挨饿，他就准时便当送到了。宜兰也是赶快去关怀老人家，同样呢弱势家庭关怀呀、还有呢南部台南，从农历年以来啦，总是呢那一波的地震，有的房屋损，还有这一次的哈，实在是一波未平，还没有复原，又再来这一波啦。啊，南部的慈济人真的也很辛苦啊。不过他们呢很有历练呐、做得非常的详细哈、这一群菩萨呢，真正的化入心啊，自己有小损放下了，那别人的呢，我们大家呢共同一起哈、赶快去帮助。
啊，安身安心，如何让他们有安身处，如何让他心能安下来。那再往南走，那就是高雄。好，高雄呢也很严重啊，高雄啊，这旗山呐、啊，还有呢，这个田寮啊，田寮公合作鬼世界啦吼，那还有呢，这个燕草等等呐、啊，有好几个地方哦，因为土石流，那因为淹水等等呐、啊。都是灾难很大，燕草有一户呢被土石流淹没掉了，里面有三个人，昨天已经找到了他们的家属啊，都是呢看到了这样更是不舍，慈济人呐、啊、也在陪伴哦，因为呢从他土石流开始，慈济人就到这个村里去，在我们慈济人的家，却作为我们临时的联络处，同时啊，这起火石在那里呢，就是为救难的义消们等等供应茶水饮食，也提供给那个村庄里的呢所需要的，这也都是慈济人很及时去付出，许许多多啦，爱的能量呢总是一念心，一念心不是少数人，要多数人呐、啊，来形成一个群。这一个群呢，就是要在社会上，人人都心中有爱啦，平常的生活都会互相互动啊。都是和乐融融，社会祥和平安。一旦有事呢，就可以大家汇合起来，群策群力，去发挥力量了，爱的能量付出。我们现在所需要的，是要这样的生态。来改变了天后的生态，所以人间呐、啊，从心里的心态，一直呢到人世间普遍的生活的态度，虔诚的爱发挥出来，才有办法呢让四大调和啦，这种天地生态呢，大自然的能调和。还有呢，因为梅季台风啊，不只是台湾造成了这样的灾难，其实呢，登陆了福建、浙江啊，就同样是梅季呢，也影响到了土石流啊，也很严重哦，真的实在是很可怕哦。那这种天灾呀，这造成了呢这瞬间的灾难，其实呢我们要提高警觉的，就是后面又有一个台风在太平洋上啊，已经形成了。看来呢，现在的气候的确是很异常，这异常的
气候，是因为我们人心异常。我们要如何把人心调好？各位菩萨们，我们过去大家都是很用心啊，菩萨招生，我们是否现在呢又要回归菩萨招生？真的人心啊，不分宗教，同时呢共同一念呢，那就是善与爱的念，这种的精神勉励啦，就是精神和相鼓励，自然呢和和互协，这都是木心，不是为了木款而已，我们还是要木心哦。所以人间菩萨一定要招生，还要回归过去的精神理念，是要大家人多用心啊。